却白头有几度春秋，曾许下的诺言已泛旧。踏过繁华浮生不求修行尽看透，如人心已贪婪便从此无所求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傲战冰霜为九州，此间一别就如何。少年归去成舟，竹篱桥头避开家天尽休，烽火狼烟风沙横刀立马争天下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傲战冰霜为九州，此间一别就如何。归否，爱恨情仇，知己一杯酒。与君看桃花，不问世间几多愁。应杰大人，你也知道的，生死簿不能随意开启。你要查的是谁啊？应杰大人一向为九渊界主办事，需要向你一个判官解释吗？哼，我严家看管生死簿，不也是在替界主办事吗？应杰大人，你说呢？独孤判官还是尽早放行吧。不急，应杰大人，咱们还是先看完琴谱吧。伪装奇袭的时间有限，夜雨。放心，交给我。难得独孤大人一片心意，我这就品鉴品。我去，这是什么天书啊？那个应杰是有多无聊？应杰大人，您不会看不懂吧？好，太好了，这哪是一本琴谱啊？此乃旷世奇书。每个韵律都蕴含着无穷的天地灵气，能助人突破境界。真的吗？为何我感受不到呢？那是因为你心性不够。闭眼。这道韵如音律，使人灵力自转于体内，荡涤神魂。哇，好美啊，太美了。琴谱看完了，独孤判官，开启生死簿吧。谢谢应杰大人的指点，我这就为您开启生死簿。应杰大人，请。这么多，得查到什么时候去？分头找。这是混沌古迹。数亿年前神界内战导致整个宇宙崩坏，无数生灵灭绝于混沌之中，化为黑暗星云。一位来自永恒域的神主出现，试图修复宇宙，净化黑暗星云。唯有一处黑暗星云在神主的力量下产生了自我意识，并化形成现在的九渊界主。原来九渊界的邪恶力量本就来自鬼母，可是他把我们困在这里，攻破古星秘境，击败邪恶力量，不就等于在攻击他自己吗？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伪装气息只剩半炷香的时间了，这里典籍这么多，我们怎么找啊？
不是你军。居然都没有雪莹的卷轴。是你的，还不止一本。怎么是空白的？你果然在查夜雨。生死簿由界主亲手篆刻，只有界主和得到他允许的人才能阅读到上面的文字，谁都别想利用职权行骗。冰女，身为判官，你居然以权谋私，擅闯尘渊馆调查情人，我这就向界主告发此事。哼，你亲自请我们进来，还让我们看了卷轴，你以为你能脱得了干系？应杰哥哥难得来看你一趟，独孤判官还真是有点扫兴呢。夜雨，混蛋，你居然敢模仿应杰大人！护管大阵，开！我这大阵可是凝结了所有生死簿修士神魂炼制而成，今日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里。你确定这能困住我？咬金刃！论灵力比拼，我确实不是你的对手，但你别忘了，我是判官。夜雨擅闯尘渊馆，违背界主法则。走！不就是你们判官的言出法随吗？我早就领教过了。恭喜你，独孤判官，招惹上了整个九渊界最叛逆的两个人。小爷我最讨厌被人威胁，既然你不打算让我俩好过，那我也不介意拉一个美女判官陪葬。百里金，这里收藏的不都是活着的修士名册吗？为什么百里金的名册还在这里？不想永远变成哑巴，就给我老实点，答应就眨眨眼。你怎么认识百里金？他的生死簿才到我手里没多久。还演上戏了是吧？你上次跟我说过，百里金已经变成凡人，轮回转世去了。夜雨，百里金是谁？你不记得百里金？那他哥哥百里寒呢？他才在血崖秘境里帮过我们。原来那个人叫百里寒，但这两个名字我都是第一次听说。百里金作为烈角魔首领在这里接受审判，你没印象吗？我是审理过烈角魔，但他明明叫什么？总之不是你说的那个人。本判官公务繁忙，忘记一两个修士也很正常吧。不是你忘了，是鬼母故意洗去了你们这部分记忆而已。永恒之地试炼即刻开启。今日插翅难飞。罗兄，你把他们引过来，我们一起把他们全杀了。涅槃圣风，舞剑相融，神剑破天。梦一、紫嫣，一个不留。扫描这个二维码，加入我们，一起横渡星河，跨界一战。斜阳风下影，风沙几度春秋。
江山如画，蓦然红尘已是繁华，缘分几何等你回答。浪迹天涯对你牵挂怎放下，流星淡淡与你四海皆为家，快马江湖战斗无非名利放不下，而我只求与你今生共话